自己加油。看见釜山，加油加油加油！有不少外地民众都误认竹山是位于新竹，为使更多人认识竹山的好，镇内土生土长的陈春旭在上个月起身环岛，集结苏瑞香、姚淑敏和柯聪明三位队友，骑着单车亲自行销竹山。因为我们竹山哈，这个最近十几年来没落了很快了。我所遇到的朋友哈，过去我在外面遇到的朋友哈，我都有跟他们提起说竹山在哪里，结果他们都跟我讲说竹山在新竹的。所以说我就觉得很不服气啊，我说奇怪，竹山这么应该不是一个偏乡啊，怎么大家都不认识竹山？我本人我觉得说我带着这个团队出去，我觉得很骄傲。我们跟各县市政府啊，有交流，有用我们去跟那边跟他们教我们这种竹青蛙的制作方式。我告诉他们说，不止竹青蛙，有好多种，欢迎他们来我们竹山旅游。日前议员蔡宜柱也特别到场为他们喝彩，也鼓励众人透过类似方式一起为有文化、景色与人情味等的美丽竹山创造知名度。真的非常佩服陈大哥，还有我的高中老师还有黄太太，他们真的非常不容易，在这12天，在台湾绕一圈环岛，为了让台湾的乡亲更了解竹山，让竹山的文化，让竹产业能够让台湾的乡亲都能够了解，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来响应这个活动，让更多人来认识竹山。当中的队员姚淑敏，里赴各地就开始教大家编竹青蛙，若送上指南宫前母，也不忘提醒一定得过香火才灵验，借此要吸引他们来竹山游玩。因为我在竹山秀传医院的远距中心工作，那他有结合到社区，所以我就有这个意愿想要跟着大家然后出去环岛，让全国的一些社区啊，还有一些全国的人知道说我们竹山秀传，然后竹山镇也有特有种的青蛙，然后就是来宣传我们竹山。日后，他们将把这趟环岛之旅的影音、照片以天数剪成12集纪录片上传，透过网络扩大行销竹山效益，让全世界都能看见竹山。一展和顺风是相当肯定，也期待大伙儿都透过行动一起为竹山努力。民视熊心怡竹山采访报道。